你得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。好，如果下次见面再出现意外，麻烦就大了。好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我去把窃听器取回来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好。 在您和曾平会晤的房间，我发现了这个东西。 见面地点安装窃听装置，大佐，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诚意。我们必须警告他们，绝不允许他们再耍这种花招。这也正是他们软弱无力的表现。这场和谈的主动权最终将会落在我的手中。你们几个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 我已经发报给南京，估计很快就会有曾平的详细资料传过来。嗯，木村，你准备一下，在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把曾平的样子拍下来，把照片发往南京，对这个人进行核实。嘿。 长官，我着急进去见朋友，通行证没有带在身上。Do you understand?
以说现在要想进去必须要有通行证。Excuse me, miss. What's the matter? I have trouble. Oh. My friend is ill. I want to see him. I need a credential. Please do me a favor. Yes, I can help you. Oh, what a kind girl. Thank you. 他在干什么？ Thank you very much.周总，纲旗归右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还有心思干这种事情？周总，您误会我了。请看，这个就是我刚才从那个外国女人身上弄到的。只要我们能仿制出这样的通行证，进那个关卡就没有问题。大佐，情况进展如何？刚奇搞到了进出的通行证，伪警动手仿制，明天就可以通过英国人的哨卡。好，这一次一定要把曾平的住址找出来。大佐，只是现在这样的行动，会不会影响到你和曾平之间的关系？曾平送了我点小礼物，我也要有所表示。他作为一个商人，手段的确高明，但是他作为谈判对象，我看他只不过是个马前卒而已。马前卒？大佐是说，真正出面和谈的人还没有出现。怎么着，啊？我听说你对我有点意见，是不是？朕要听你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！毛站长的死你脱不了关系，你投靠曾平就是要当卖国贼，就是想要取代站长，你在利用我们！说得好，我跟随站长这么多年，
他的死，我比谁心里都难受。我替站长挡过枪子儿，这事儿你们谁干过啊？你、你、你，还是你？军统在香港的根不能断送在我沈耀庭的手上。站长的仇是要报，可军统的威更要立。我为什么要找曾平合作呀？我自有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不强求你们。时至今日，你们已经不欠军统，也不欠毛森，当然更不欠我沈耀庭的，反而是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和牺牲才对。要是不想留，我沈某人绝不强人所难。不过我提醒你们，当初你把脚迈进军统大门的时候，就已经是军统的鬼了。就是跳进火碱坑，也洗不干净了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要想跟着我沈耀庭干的话，那就把桌上的钱全都拿走。先生，先生，近景武夫是不是有点过于安静了？哼，古往今来，凡圣人贤哲、立德立业者，无不以静为修。我和近景武夫虽谈不上是圣人贤哲，但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可是，这安静背后，金井武夫会不会对先生有不利的打算？过招有急缓，频频出招，只会露出更多的破绽。我跟金井武夫第一次见面已经过了几招，现在大家都在掂量彼此的斤两。乃娇多嘴，要不要让沈耀庭动起来？这条狗我们已经养了这么久了，也该放它出去了，让它想想办法把军统的卧底给引出来。让军统的这条鱼再饿一会儿，你到适当的时候再去偷饵，它就会饥不择食，红着眼睛自己去咬钩。可乃娇还是有点担心沈耀庭，他半路改投先生，我有点信不着他。哎呀，这世界上只有一种关系，就是相互利用。现在我用得着沈耀庭，沈耀庭也用得着我。在彼此价值未尽之前，一定是相安无事。完美，韦景君，我没有随便夸人的习惯，但是你的手艺的确可以以假乱真。多谢中佐夸奖，其实您大部分时间都在审讯室里忙碌，只需要抽出一些时间
稍作了解，相信您也做得出来。我没有这个本事。据我所了解，在痕迹学当中，模仿人的签名是最难的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您说的没错，签名确实很难模仿，因为每个人的签名都有自己固定的风格，但是在我们仿制的时候，通常会把这些签名倒过来。您看，这个时候，这些签名就不再是复杂的字母，而变成了简单的符号，我们只需要依照原样把它画下来就可以了。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继续吧。是。韦景君，你有没有模仿过我的签名？属下不敢。张七军，朕要去找你呢，坐好了。完美，完美到可以以假乱真。我可以给你个建议，你可以发挥你的这个特长，直接印些假钞，这样的话，你就能过上富足轻松的生活了。我还真不向往那种富裕的生活，我追求的生活是平等，没有压迫的。走。哦，钟总。一会儿我们分头从三个不同的哨卡进入，避免目标过大。嗨嗨。今天你要什么？药品。你也知道，黑市上的阿司匹林，这价格比黄金还贵。这东西搞起来困难。我这次不需要你帮我搞药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这种药香港哪有？进口药啊。
大哥，现在是药品管制时期，这些钱有点少吧？仁港医院，拿这支笔找一个姓许的大夫，他自然会给你开想要的药。您慢走。邢老板，关于药品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。现在只要是跟打仗有关的东西，全香港进不来也出不去啊。哦，好的，吴小姐，那我知道了，咱们再联系。好的。安娜姐，有人送花来了，是给您的。谢谢。就这样，你去吧。哦，还有一件事。您看，之前我发现财务那边有笔账不大对劲，这几天接连又出现了好几笔，而且财务签名落款留的又都是同一个人名，所以我就想让安娜姐您看看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核实的，你去吧。对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别人进来。嗯，好。您坐好啊。英国人现在在全港实行药品管制，原来在药店和诊所能够买到的药现在全都没有了。老金的诊所被小偷洗劫一空了，没有药，金岩同志的身体恐怕……药我还会想办法。周围的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没有比这个地方再适合的了，下面有书店做掩护，每天进出的人员不会引人注意，时常还会有警察过来检查，看起来挺危险，实际上挺安全。你和同志们要继续把周边的情况摸清楚。好，我去看看老金。
老金，怎么样？老王，好了好了，别动别动别动，别动啊！怎么样？哎，老王，怎么样了？我真是医者难医己呀！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病，迟早要连累所有人。我对不起大家伙儿，我。哎，老金啊，应该觉得抱歉的是我。我曾经想过，在谈判中会出现的各种意外。可是老金你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是你给了我勇气，给了我信心。可是老王，我现在身体这个样子，万一赶不上我们第二次和谈，我们大家伙以前所有的努力白费了不说，还会招来更大的危险。老金啊，情况还不至于这么糟糕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安心把病养好。当然现在药品管制，你的诊所呢也招了贼啊。那些药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药弄到手。老金，你要坚持住。老王，那就拿着我的病历去仁港医院，他们要是有人为难，就提马院长。我现在就去一趟，你好好休息。天亮，安娜，安娜，哎，老王那儿怎么样？已经成功转移了，只是金岩同志的病情不是很乐观，老王在想办法让他尽快恢复。另外，大公报那边我已经重新安排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联络恢复正常。好，曾平呢？他已经很久没有联系我了。金井武夫那边呢？金井武夫已经开始怀疑金岩同志了。他这么快就看出破绽了？那倒没有。现在，金井武夫只是怀疑曾平是重庆高层的傀儡，并不是实际的操纵者。这个老狐狸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金井武夫和曾平马上就会见面。见面的时候，曾平需要出示一份委任状，以换取金井武夫的信任。委任状？对，简单来说吧，就是重庆高层给曾平的和谈委任状。木村平太没有联络过你吗？没有。可能木村平太是想摆脱你，而且我估计现在他已经和曾平的人建立起了联系。现在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。别着急，别泄气，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。他们不是需要一个证明吗？
那我们就给他们一个证据。怎么给？仿制。我们找机会去拍一个委员状文件。可是这么重要的文件一定是在他们手里紧紧握着，别说是拍照，就连接近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。有可能，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疏漏，只要有疏漏我们就有机会。金井武夫那边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机会拍到的。只是曾平那儿就只能依靠你了。好，曾平那边交给我。安娜，之后的一系列任务都会很危险，我真的很担心你的安全。可我们是共产主义战士，要时刻鼓起勇气面对恐惧，而且要一直坚持到最后。别害怕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就是来找个人，你老跟着我干嘛？哎，先生，先生，好像是大成。你上哪儿去了？我到这儿来谈生意。我在公司到处找不着你，我是一路坐黄包车颠过来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客户都走了，你自己看。你一天到晚的像条狗一样闷不吭声的跟着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意思，我不是来接你回公司的吗？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么严重，你该把病人带来住院治疗啊。哎呀，这医院的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，哪有多余的床位啊。我现在要是带病人过来，那能排上号吗？是不能，但是你要把病人带过来让我看看，我不看病人怎么给你开药啊。哮喘严重的病人行动不方便，我这个兄弟啊现在只能在家里静养，药也吃完了，至少得等他情况好转了再来医院。你看，他一直吃的药的名字就是这个。您行个方便。进口药开不了。大夫，治病救人，我们急需这个药。哎呀，你就是说什么都没用，现在是药品管制时期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我要是找一找马文涛院长，他会不会有点办法呀？你认识马院长？我们是同乡啊。哦，啊，我给你开一点啊。多谢多谢啊。
请问在哪儿取药？取药处在那边。谢谢。 你呢？嗯，啊，我想问一下许大夫的办公室在哪儿？啊，这边，直走右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请进。 你好，麻烦您，我想开一下这个药。你也得哮喘了？这是治哮喘的药。对啊，现在在香港，除了我这儿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治哮喘的高效药。那好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个药被开出去多少？什么人开的？ 建同志，喝点水吧。来，好。建同志，坚持一会儿，老王已经给你拿药去了。老陈，你放心好了，没事。 徐小姐，徐小姐好。木村先生，徐小姐，能否赏脸一起吃个饭吗？我没什么胃口，不过木村先生的心意我心领了。
碎，眼神压到凄美的天边，也淹了惊雷，看樱花在絮絮枯萎，且只是曾先生，还需要准备点其他的东西。重庆高层的和谈委任状。你们这是怀疑曾先生的身份？绝无此意。同样，金井先生也会带着军部的委任状。天亮，金井武夫的委任状到手了吗？我们能不能做一个金井武夫的委任状？可以仿制，但是金井武夫手上并没有这份委任状。这份委任状要等到第二次他们会面的时候，由日本军部派专人送到金井武夫手里。